看来你低效了，你该好好看现在你学习感冒五音正好多年的稳健，经在这一刻动言不顺，但你该明白北明红雾终究是北明酸的假意，怎可能感冒带不回背上不好之病，为苦苦罪民患难，一定是你暗中作秀，是你故意导向罪者无法选择的局面，这对我无好处。你只是想报复罪者，报复注定小情小义，将是我着眼之处。你心底多明，你看来你是真心认为北明洪武会兑现承诺，为什么一个连网球孙也欺骗的人，你为什么会如此信任伊？网球孙的落得如今局面，也是你一手造成。错，始作俑者，死有千余。是谁千方百计将网球孙摧毁宫中，将伊成为被众人利用的目标，死有千余。是谁花费十几年的时间改造网球孙的思想，将伊斩一刀依然对立，也是欲千余。是谁处心积虑催你，让你可无机会释无患难，仍是欲千余。以北明洪武一个最相信欲千余的王者，在认为你无可能回去之后，做好了对自己最有利的决定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，到现在也看不清，市容暗观莫怪的酒店大海。网球孙呢？这些事情伊知晓吗？或者该问，恁不想伊知晓吗？就是伊叫我来见你的，伊无法忍受一个被背叛的人，要为背叛者讲情。是你吗？是你决定的吗？